北京时间3月9日19:35，中超联赛第二轮，上海上港坐镇上海体育场对阵江苏苏宁易购。上半场，奥斯卡传中造乌龙，张卫破门，上港开场3分钟二连击。下半场，吕文君远射建功，谢鹏飞5分钟内梅开二度，上港3-2苏宁。闪电战，上港开场3分钟二球，苏宁下半场5分钟二球，连追2城破金身。上港2019赛季各项赛事3场保持零封，此前高阶低档的严俊凌本场比赛也难以扑出谢鹏飞的2个必进球。伤不起，即时科赫冠因伤高挂免战牌之后，蔡慧康本场比赛也出现了拉伤的情况。上港中后场伤兵满营，状态好。吕文君在上港新赛季各项赛事进行的4场比赛中3场有进球入账。卫冕冠军没有吴磊，还有崇明德罗巴神替补。谢鹏飞中场休息后替补登场，5分钟内梅开二度，还越位打入一球，险些帮助球队拿分。第2分钟，奥斯卡边路闪转腾挪底线送出传中，埃尔克森包抄导致汪松自摆乌龙，上港1-0苏宁。第3分钟，上港中场抢断，林创意斜眉急进带到禁区前沿送出分球，张卫跟进推射破门，上港2-0苏宁。第23分钟，苏宁后场送出长传，特谢拉得球后凌空抽射稍稍偏处。第33分钟，奥斯卡禁区前沿送出直塞，张卫斜插后进设备苏宁后卫阻挡。第47分钟，奥斯卡开出战术角球，皮球来到弧顶处，吕文君抽射击中右侧立柱弹入网窝，上港3-0苏宁。第59分钟，吉祥边路传中，特谢拉禁区中路得球，后进设备位阵破坏。第65分钟，汪松传中，皮球绕过第一点，谢鹏飞中路包抄铲射建功，上港3-1苏宁。第69分钟，苏宁反击，汪松送出精准直塞穿透防线，谢鹏飞准单刀推射梅开二度，上港3-2苏宁。第74分钟，上港反击，浩克突破被对手干扰烫球变分球，埃尔克森禁区内得球后踩单车晃出空当后进设备顾超扑出。第86分钟，吉祥传中，特谢拉拿到二点抽射，谢鹏飞截获皮球转身抽射破门，但越位再先进球无效。第96分钟，冯博源禁区内强行转身抽射稍稍偏处，上海上港1减严俊凌，2减张卫，6减蔡慧康，13减魏震，21减于海，23减傅欢，8减奥斯卡，15减林创意，9减埃尔克森，10减浩克，11减吕文君，江苏苏宁易购，1减顾超，2减李昂，28减杨啸天，29减帕莱塔，5减周云，3减田一农，22减吴曦，24减吉祥，33减汪松，9减埃德尔，10减特谢拉。